这个地方，我们拿了一个礼物，这个。
这个来了，你俩穿一样的颜色的，对吧？我们昨天把脚摔了，没出去，没有出去，喝酒喝多了，喝得比较炸。昨天没来，前天晚上，前晚上和凌晨吧，曲正没事。对，他现在可以主动跳，现在跳好。他在最里圈，最里面一圈，还没有给他抢位置。因为他在那咬你，知道吧？那个小朋友叫乱搞，后边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小朋友，雨涵在这边。再不拍雨涵，就等两天就见不到了。去达州那边去了。
抱吗？来吧，你要抱吗？来，我抱他吗？你抱他。来，给他抱。